宋涛表示，我们将促进两岸青年互学互鉴、交流交心，希望两岸青年把握历史大势，坚守民族大义，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，积极参与两岸交流合作、融合发展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中创造青春业绩，在祖国统一、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上实现人生价值。 洪秀柱表示，期待两岸青年加强交流往来，加深彼此了解，携手反对台独，共促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。